可惜，点火连体还好，六刀，那他没踢，我一直不知道他会叫刀船来帮的，那他的线他回不去的，居然是杀了我。 啊！我真就这么玩呐、啊？太狗脑了吧！我操！这么狗脑啊！这是谁的地界？这磕的这么狗脑的？死仓鼠！开局到现在一个链子没中，太狗脑了。 想上马，哎，要死！上得了马吗？背错了，抱歉。走了，回家喽，回家喽。 先不假鞋会好一点，我感觉。先不假鞋吧，打的比先不假鞋好用。克烈是这样，克烈是这样，进。 我操，这么屌！
person.他这眼刀好像能看得见，走，我反野，能追得上，好像有点难。哟，还可以投。 我的，哎，这是你的赦免，还行吧，打克烈推荐先多人不侥幸，好用。你怎么了？ 死了呗，还能怎么样？都将被我终结。这都可以吃得到吗？这都有的吃。 哎，这颗粒，好好补刀不行，非要E上来打，搞不懂。稻草人应该不会来这么快的。主包你好打多，还挺多的，怎么了？ 这好惨，那没事。怎么了？要我帮你渡劫？也不是不行的，其实。可惜，他就砸一下没下来，800。 还可以，我们让他闭嘴。1600，不亏是不亏，不亏是不亏。锯齿短臂，如果能早点把他打下来就好了。他最后那个链子牵到我了，他那链子其实还蛮痛的。补雄器。 蛮大，啊，还不走啊？好吃不？
has been slain.这不让亚索杀，交了闪都不让杀，给大伙打个521吧。逃跑还挺有理解，穿墙术穿走，他这么厚都能穿过去吗？两波兵线经验加600、800不止600。我曾经抵抗虚空，如今我听你还是只作为一个。尊重，一套。主播的尊重，直接开大一套不躲避避。笑。他的行使颗粒。我的，我的老鼠复活这么快，马上出现在他面前。走啊！怎么一直打架？我都跑了，妈还在这里打，打得没完没了的了。真是轻轻又松松是。稻草人哪里好？哎呀，差一点点，还行吧，炸死一个也可以。没买装备，没买装备，哎，哇，杀完了，没买装备，啊，没买装，啊，哎呀，没买装备。
跟人头跟塔我全都要。稻草人帅，太帅了，我6 W 的时候一套真的高，对，爆发还是强，特别是这样的啦，主要是厄萨斯他在前期一两等的时候是真的蛮能打克烈，对，而且你不要说这些纯技能型的英雄哈，他在对抗这种说，光是击打类的这种近战的这种英雄，他是蛮难用的。那其实我们需要通过避战来规避对方的强势，那不然的话，可能这把游戏会输掉。老死老死，打钱打钱，哎，你还卖卖卖萌卖萌都去死吧，被卡莎给打，反把我拿五杀，走了，哇操，就直接退游戏了，这么信任我，这么信任我，露露让你玩露露，现在你可以感受这种气味，你看上去脸色不太好。我还是好痛，直接半血。我操，这压水太笨了。Shut down。是的。玩这么嗨吗？救一下猫猫好了。猫猫。大和尚，这猫都干嘛下来了？他没上车，那他干嘛不上来？那他干嘛不上来？这笨蛋！我全来守我了，那我溜。飞得好爽。我操！哇操！这里有个稻草人，好好好，又是龙王。哎呀，龙王这把杀我杀的还蛮多的。噔噔噔噔。杀我有用吗？用那么多技能杀我，我被砍杀绿狗。我操，这是什么？这么狠！我变成了死亡。
啊！别客气。拿下，兄弟们，大点波关注。嗯，我靠。